今早回去碗头弄的，煮丸子儿反正也想巴适。连他们的灶都吃，我们这以前透过豌豆店里卷吃。大哥，哎，你会去弄饭，去弄我那一套。你是不能嫌我这儿碍事来觉得哟？没有，已经不找我了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盘儿姐姐大哥。今天我吃这个鱼头，这个鱼头有5斤哈，我拿来做个梅花鱼头。 这个鱼头卖成13块钱一斤，如果是广东的话，起码卖好贵。把鱼头洗一下哈，这梅花又涨价了，又涨了2块钱一斤。今天买的鸡根，捞个和刀点就不要哈。 这吃起来的话影响食欲，梅花有点盐巴，胡椒粉，料酒，大蒜，哦，肥得好多。差点这个。哎呀，你再多弄点儿呢，我觉得又少了。刚才这些切小点，这再弄炒一下。我们锅里来点油哈，没得了，来点花椒。 再把配料放进来炒香，再来点豆瓣酱哈。好，够了。再把鱼头放下来哈，一人一个。再把牛蛙放进来哈，没得几根儿的，少啃着牛蛙。不安得嘛？肯定要安得噻，不安得到嘴里酸。 我是哈缺腿嘛？那你觉得你的是精灵瞧瞧的吗？我的智商 IQ 达到200呢，晓得不？2哈差不多。你看这个车子漂不漂亮？漂亮哎！里面空间又大，也是能装一家人，给你哥推荐一下。要得，那天咱买几笼啊，可以做个顺风车。你不在他们家的？我不来家了。大号约，真正装，将你评论区进行参加分享挑战。咱来点儿独家配方。你忘了我咋子噻？ 加上来，来这个鱼头可以来，我要吃梅花，梅花呀，我也吃梅花，鱼头还等你牛肉哈。弄到那一两口伢子害怕没得。哇，这个浇了油跟没浇油有啥两种区别？浇了油马上香味就出来了。 其实我想喝一点鱼，觉得合适吧。要香味道好，服务员最好。用大鱼头来做剁椒鱼头都巴适。